昨天您说那个绘图任务，我们想了想，测量和绘图做不完，恐怕有耽误工程。你们小组是专门做绘图工作的，怎么突然就做不了了？请您体谅，我们要是能做，也不必这么开口。这次还是找别人吧。莫名其妙，这个绘图工作怎么说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。我记得一周前的时候，你们还在努力争取这个位置。这个绘图你们不做也得做，要是做不了，这季度的绩效大会上我要点名问责，你们整个组都要辞职，就这么简单。爸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，不想干了就自己滚。红顶不养闲人，明天一早要不交绘图，要不交辞呈，自己跳。明天一早？这不可能。凭什么？这不是要开除我们吗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那是你们的事儿。爸，如果真的让他们走了，那么短的时间你们找谁来接手？没人干就没人干。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这帮小城市人，韩家人经营的部门不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啊，你冷静一下，这种事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在替谁说话呢？糊涂蛋，不孝子！啊，好，这个绘图你们也不用做了，跟你们这个小韩组慢慢商量，有什么事情问他，我不管了。你们先别担心，小韩总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。今天都按照计划进行工作，晚上的时候派一个代表过来，我们从头商量，好好的解决问题。谢谢小安总。哎呀，爸，刚才怎么回事？傻孩子呀，你还真以为是图纸的事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树倒猢狲散呐。现在人人都等着调到他的电商部去，生怕在我这儿接了项目就绊住了脚。如果我赢了云石桐啊，我也会把他逼到这一步。商场如战场吧。爸，你看，不如这样，我跟云总商量一下，把地产商业和电商部整合起来。你看，你觉得爸我能接受吗？我刚才吓唬了他，你帮他解了雷，他就会对你感恩。等这些人调了电商部啊，他们就是你的支持者了。爸爸最后的任务啊，就是帮你把路铺好了，我就别无所求喽。志明啊，我现在不想跟他们再争了，争累了。好了，你回去工作吧，啊。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……段飞，我想明白一件事。郭郭、冷风，跟我走。马季，照顾好他们两个。刚出了这一城，所有人一定都在找他，我们要尽快赶到。如果先让别人找到他，那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。他们这几个样子好像不太对劲呢。好，
断气了，别动，别破坏现场。你这老家伙怎么死的？应该是服毒。自己了断了？不见得是自杀。这么说，有人比我们先找到他。果果，你先报警。冷风，你出去，别让人进来。对应证词。马姐，他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没拦住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别靠得太近。有人通知韩志明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志明，哎，你先冷静一下啊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哎，志明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破坏现场！爸，爸，我爸明明下午还好好的，爸下午还跟我说。段飞，一定是你！志明，为什么你会在我爸的办公室？一定是因为小九的死，所以你把赵全算在我爸头上了，是不是？志明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怎么我才能冷静？到底是不是你？够了！韩副总的遗体还在这儿，你平时在干什么？现在还不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。我们去看一下监控，如果是他杀，凶手应该还没走远。好，齐雪，你留在这儿等警察，保护好现场。所有监控室的 CCTV 记录过来了，一共几万个小时资料。只看从现在往前一个小时的。好。可还是有60多个小时。把发布会的监控和现在的对比起来，看看哪些人是重复出现的。
看来你们有眉目了。那行，你们先忙，我去个厕所吧。这儿来了，你别装蒜！哎，我问你，你居然派人在集团里动手了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他不死，谁也藏不住。你最好给我识相一点。问题是你派的人他暴露了，哎，再过几分钟，段飞就会找到他行踪。如果他回到你那边去，我们就全完了。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我都告诉你们，啊，好吧？我不想听。留着和警察说法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喂，喂，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红顶那边露了底儿了。你还在掺和红顶的事儿？你越陷越深了。你少废话，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让开！回酒吧吧，大家应该累了。那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也先回家吧，韦天朗已经暴露了。等我们送走小九，我们一起准备为他报仇。现在先别想这么多了。小九的后事我来准备吧，一定会办得风光。咱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我是小九的老大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你也先回家吧。林诗彤今天应该吓坏了。我在这儿有家吗？别说这种话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在任务，你的任务就是跟云石彤成家。要不是在那个家里，我也不会变得这么迟钝，小九也不会。你自己松懈了，别怪罪在别人身上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小九的老大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
心雪，志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来看看你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请进。要不我陪你喝一杯吧？不用，多一个人痛苦就多一份，分担不了。志明，你别这么想。要知道，到最后坏人都会被绳之以法的。坏人？你告诉我，到底谁是坏人？我爸是不是坏人？魏天浪是不是坏人？云石洞戴飞又是不是坏人？志明，你喝多了。所有人眼里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，谁都一样。你不一样，至少我认识的你不一样。就因为我不一样，所以才落到现在的下场。还是陪你喝一杯吧。为了保护我，失去了那么多，不后悔吗？保护你是我的任务，没什么可后悔的。你想问什么，我尽量告诉你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爸爸不是出意外死的，是被人杀的，就在天海。段叔叔，我爸爸死后，我就跟着他的一个朋友去了韩国，经受了严酷的训练。你还是没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。我们是接受任务，执行任务，大多数啊是去保护别人。那你还会为你爸爸报仇吗？那是我的私人恩怨。小九的事你有什么打算？明天就见分晓了。Thank you.
醒醒，轩轩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怎么睡着了呀？挺晚了，送你回去吧。嗯，我这陪你喝酒呢，不用回去。这一会儿我就陪你喝。天，要不今天你就睡我这儿吧，明天我送你回公司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嗯。先去找人。能用的信息，这里都有。嗯。怎么了？志愿到了，我那几个兄弟。好。怎么了？我们的后援已经到了，魏天狼的下落很快会查出来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次的行动到底会不会有危险？你忘了呀，我命大。那就是说会有危险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活着回来。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，你还会不会留在我的身边？무슨일이있어도너랑영원히함께할거야。你讨厌，每次到关键时候你就说我听不懂的话。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全场那边小九的追悼会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送他最后一程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小九，他也是因为我才……你不会是要准备外逃吧？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劝你一句，别做弃子。韩延仓已经死了，廖东城有人抓了，杀人凶手暴露的时间问题，你还有什么筹码敢说我是弃子？你以为我来玩这场游戏是空着手来的吗？啊？你以为我代表的只有我自己吗？你别把天海的势力平衡想得太简单了。你是？我提醒你啊，我背后的力量完全可以再拉你一把，只要你正面做的断飞，什么证据我们都能掩饰。但是如果现在你跑了，没人会再帮你，断飞也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有这种身份，为什么坐着看我走这一步？别说没用的了，我最后再劝你一句：集结你所有的力量，正面做点乱飞。他团队的人很少，你现在还没到绝境。老公，算你狠。
余哥清算底下所有兄弟，一小时之内来找我。如果有不来的，马上管束。还快去！你在干什么？我要对付段飞。集团已经走偏了，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。那我要先干掉段飞。这个人不出，永远是心腹大患。把所有和红警有关、和韩元仓、和麦正龙有关的所有文件全部烧掉。另外找个地方。找个地方暂时把我弟先看管起来。不要让他和外面有联系。快去，哥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真是疯了！九哥，你赶紧走吧。你放心，还有我们，下辈子。我们还并肩作战。没有人欺负我了，我还不习惯。之前剪刀石头布都是我赢，如果有来世，咱们还做兄弟。我让你赢，小九。这次的任务你辛苦了，不过我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再受到伤害。对不起。小舅，我是对你太严厉了，现在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好好放松一下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
哎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敢相信。你倒是会挑时间回来，总得避避风头嘛。怎么，两天不见就狗急跳墙了？少废话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根本暴露不了这么多。警察一旦介入深了，整个天浪集团都会被连根拔起。这不是问题的重点，重点是我回来了。说说委托吧。这次委托是公开的，段飞在整个天海市找我，谁能拿到段飞的人头，如果你拿得到，五香。请进。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清雪，头还疼吗？我没喝多少，倒是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昨天晚上我是有点冲动，今天起来之后红顶还在，地球该转还在转。我想我会尽快调整好自己的。你也别太勉强自己了，反正项目已经上轨道了，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了。云总呢？他今天不过来了，应该是跟段飞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老韩总的事情不能全怪在段飞身上。我说过了，我不觉得这件事发展成这样是某一个人造成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在等着和你和解呢。那他们有没有排挤你啊？有没有安排你上台讲话？安排采访你的记者，会不会都是那些个小报纸啊？你在替谁说话呢？糊涂蛋，不孝子！那个小韩总，慢慢商量，有什么事情找他。不管了，请进。韩总还有一些疑问，需要您签字。要不是你一直在背后，我爸怎么可能变成这个下场？您不知道，韩总和云总争来争去，早就吃不消了。我也不是没有劝过韩总，
时代潮流都在改变，我们放手看着就好。韩总不肯，生怕红顶没有您的位置。爸爸最后的任务啊，就是帮你把路铺好啊，我就别无所求喽。要怪就怪我，只知道跟这个争，跟那个争。志玲啊，我现在不想跟他们再争了，争累了。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只会争权夺利。其实，他心里面一直最挂念的就是明亮。为了我，你们究竟做过多少事儿？仓库的事。金哥，他们追过来了。我们快跑吧。好。你。员工离职的事。合作商的事。在股东大会上，既然是这样，希望这个电商计划就到此为止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你们的责任现在在哪里？正是因为对红顶的责任太重，我们才不会轻易的同意你的计划。那黑客的事儿，还有发布会的袭击事件，知不知道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韩总没有给我们提。你的话我一句都不信。我不可能让你在红顶继续待下去的。给我个机会吧，让我完成韩总最后的心愿。让所有人先待命，人齐之后，让几个最大的负责人上来。是的，老大。还有就是那个麦正龙，不用管他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动手。好的，老大。看不出你家底还挺厚啊。你怎么在这儿了？把你的全部手下派下去，马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要活命的话，就别让我说第二遍。